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！今天真是高兴。哇，好痛哦！还好没有人在场看到。哎呦，哦不，我的洋装被撕破了。我想我可以修好它。大自然之母会感到骄傲的，我也是。真不敢相信我竟然睡过头了，但至少准时到校了。我得赶快换体育课的衣服，至少我有记得带衣服。我们来打球吧。嘿，这边这边。哈，看看这一团乱，那些讨厌的小孩从不打扫干净，这些都可以进垃圾桶了。清洁工的工作真是永无止境，如果没有我他们要怎么办？可能会再雇佣一名清洁工。无论如何，这里的工作终于做完了。刚刚的比赛真精彩，该穿衣服了。等一下，我其他的衣服跑哪去了？刚刚明明在这里，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了？真是糟糕，我可不能这样去上课。啊，我的围巾哎，这可能会派上用场。把它折成一半，然后绕在我的腰上。首先这一边，然后另一边。我需要我的发圈，捏住布料，然后用发圈绑好，这样就能把布料固定好了。哇哦，我超喜欢的，至少我的鞋子还在，超美的。真是忙碌的一天，房子打扫完了，所有的地方都吸了尘，现在该洗衣服了。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停过呢，但是有很多事得做嘛，至少快要做完了，只剩下一件事要解决了，然后就可以放松了。也许我该来看一部电影。哦，有人打给我，赶快来接电话吧。 Hello， 嗨，你好吗？真的吗？ Mindy 做了什么？真好笑，我们应该一起吃个午餐。等等，那是什么味道？这闻起来像是有东西在烧。不，我的熨斗。天哪，我的上衣上面有一个大洞，这件不能再穿了。或许还可以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只需要一点灵感，让我看看哦。哦，这个很漂亮，色彩缤纷的，把它放在洞上。现在我需要保鲜膜，用保鲜膜盖住图片，剪掉多余的部分，剪好了。接下来我需要一张耐热的纸，把它放在塑胶的上面，要将图片完全盖住哦。让我们来加热吧，用熨斗来烫图片，记得要保持平滑整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用熨斗的技巧还真不是盖的，希望会有用。现在来撕掉防热纸，和我计划的一样。哇哦，真该烧掉更多上衣哎！哎，我现在可是一名时尚设计师哦。啊，我要迟到了。这双鞋可以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嗯，我应该带哪个包包呢？配件主宰一切啊。这件和我的洋装很搭。嗯，我不确定哎，这个不行了。还有什么呢？这还可以，但是他没有通过鞋子测试，你就留在家里吧。哦，这可以哦，我喜欢这颜色，但他没有那种令人惊艳的元素，这绝对不行。哎，不，不可能，哼，门都没有，所有包包都不行了，跟我的衣服完全不搭。我真的需要一个包包吗？我可以自己带着我的东西啊。嗯，算了算了，等一下，完美极了。我有个计划了，把我的钱放入钱包中，别忘了我的化妆品，大小刚刚好。耶、yeah, ，我超满意的，这才像话嘛。而我的鞋子看起来超棒的，现在可以去吃晚餐了。啊，我醒了，别吵了，人家刚做了一个好梦哎。我真的不是个早起的人，这头发还真不是普通糟糕，我需要洗干净，再试一次吧。这才像话嘛，用吹风机快速吹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的皮肤好暗沉哦。没关系，我正好有办法解决。来敷上这个面膜，就会解决所有问题哦。这就像神奇的乳霜一样，我的皮肤肯定会光彩动人的。别忘了我的鼻子，要美丽肯定得有小小牺牲。嗯，我还有很多事情得做，看来我无法好好睡个美容觉了。哦，这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我好累哦。我就闭上眼睛眯一下吧。独角兽不能开车哈，我一定睡着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，我将面膜留在脸上太久了，撕不掉了啦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？至少我的相片中看起来不错，他们说要优雅变老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好，快想想，我肯定有什么可以做的。吸尘器，当然了，直接从脸上吸下面膜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祝我好运吧。嘿，有用哎，面膜快脱下来了，也太容易了吧，感觉真奇怪。我快完成了，好了，面膜全都没了，我的皮肤也毫无瑕疵，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了。你可以进垃圾桶了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好吗？嘿，哦，哇哦，她今天真美哎，我看起来丑多了，真讨厌。哦，她好像很丧气耶。
我知道怎么样让它振奋咯。这副剪刀就是答案所在哦。哎，你打算拿它干嘛？别吓我了。啊不啊哈，别动啊，我剪一下啊。看我顺着缝线往上剪。啊，我真天才。现在呢，只要移出你的袖子。哇哦，整个大提升哎。但还没有完哦。哦，眼镜吗？好哦，拿掉就是啦，不看也没差嘛。同时呢，把这个洞给拉开一点。拿。好哦，我说过我会带果汁来的。然后杯子在这儿，但还没完哦。哎呀，我也带了一些巧克力零食。哦天哪，完全是我的最爱耶。我也是，来开封吧。哦，瞧那个美味的巧克力哦，把它给涂在这片面包上。拿，这给你哦。好喂，感谢，我需要个纸巾。嗯，超好吃的，谢啦。没什么啦，朋友嘛。接着换我咯。啊，哦不，滴到我的衣服了啦。哦不，拿了这个纸巾应该会有用的。太好了，感谢，希望有用啊。哦不，反而弄得到处都是了啦。可恶，哎，应该有什么我可以帮的忙的。哎，等等，我头发上面的缎带应该会有用的。嗯，这是要怎么用呢？相信我。好了，拉起你的背心转一下。好了，接着呢是缎带，像这样穿过肩带。啊，你好了吗？嗯哼，得把它给绕在你头上。好，但还没有完呢，得要再一次使用缎带，把它给拉下来，穿过上层的内部，另外一边也照做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剩下的我来，把它在后面打结。哎，女孩们，来野餐了，刚好拯救了你的衣服。哦，天哪，你的衣服好好看哦。啊，谢啦。嗯，开动吧，有超多零食呢。来看看啊，哇哦，这个衣服超可爱的，我喜欢。哦不，一整个有够贵的啦。我再检查一次。对，我口袋是空的。那另外一件呢？可恶，只有1美元。好吧，只得自己做啦。哎不，不，不，这件万万不行啦。哦，好哦，这正是我要的耶。哦，可恶，这个洞哪儿来的？这是在闹我吧？哎，等等，我有办法了。破洞裤、剪刀都在手上了，我们来开剪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小心点，剪好剪直，很好。然后转一下，沿着这边继续。洞在这儿，像这样绕过它剪。啊，破洞裤变成了超可爱上衣了，我真天才，知道吗？很需要来个自拍呢。好哦，音乐好了，使出颜料吧，开画喽！耶、yeah, wow. ，我超爱这个颜色的，挺不错呢。这里也来一下吧。为什么只有我啊？传讯息给他吧，我在这儿等你，真讨厌。嗯，这啥？糟糕，不会吧？这湿的颜料？哦不，可恶！我搞得整个手都是颜料了啦！天哪，等等，糟糕，我的裤子，我坐在那些湿颜料上面了啦，崩溃耶，怎么我这么衰啦？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或许可以擦得掉，先试着把它从手上擦掉，啊，完全无法，或许衣服上面的可以擦掉，啊，也是完全无法，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衰过的啦。耶、yeah, ，成果不错，我超强的儿。啊，那个女孩在哭吗？哇哦，真为她难过，她哭得好惨哦。哦嘿，我应该可以帮你啊。啊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这里也只有你啊，过来吧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。天哪！哦，抱歉，这才是我的手帕。哎，不，走开了，你一点忙都帮不上。等等，我保证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别动，让我把颜料喷在你裤子上。好了，转个身。谢啦，效果不错哦。把颜料往下喷到腿上，外面再来点黄色。哦，真赞，另外一边也照做。耶，再来点颜料，到处喷一下。天哪，有够正点的，惊呆宝宝啦！啊，不客气啊，我很满意这个成果。哦、wow. 哦，我得要付你点什么？
太感谢你喽！来，他也付我太多钱了吧？嘿，抱歉迟到了，但我在这儿了。我有个坏消息给你。我们得先去那儿，走吧。OK。你回来了，瞧我的新标志，独家设计，$10。今天外面的天气也太糟了吧。Hello， 小姐，这是我们的今日菜单，谢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就自己坐在那里耶，他在看我这边，我得要给他个诱人挥手。什么鬼啊，我是怎么了吗？他被聊得不要不要的。看看他，他的红发超美的，他真可爱。他喜欢的是那种啊，我得说这真是我的最佳蛋糕了。看来我要去点餐了，先闪了。 Hello 先生，我可以为你效劳吗？你也穿太红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。谢谢啊，但你需要什么吗？就这个，麻烦了。等等，他说红色是他的最爱，我一点红都没有，衣服头发都没有，真讨厌，我怎么会知道啦？就是因为那个红围裙，他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了，他因为那个人跟我调情超难过的。算了，这是您的餐点，用餐愉快啦。真傻眼，讨厌，气死了啦。先生，这是您的餐点，请用。看起来好棒啊，我最爱的红色蔬菜，请享用了。他在里面干嘛？吃红色的食物吗？糟糕，另外一个女孩来了，她穿的也是红色。她也觉得她很美，就因为那个红衣服。等等，或许我可以。天哪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啦。来看看啊，我们有什么可以用的呢？我的红雨伞，来把它给打开。来把这个雨伞给做成裙子，形状真美，还有这个亮色。他在看我。你好吗？我的天哪，我得要立刻把这个花给送给他。这个玫瑰让我想起你的美。太感谢你了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这什么鬼啊，雨伞什么的吗？是要我怎么处理这个啊？我的天哪，有够想睡的。该睡了啊，等不及好好休息了。是我手机吗？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啊。好，谁打来的？ Hello， 女孩，我在派对上超赞的，你该一起来的，我们都希望你来了。但我超累的耶。等等，我的天哪，今天几号我都忘了。今天是大派对日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该穿什么呢？这应该可以，快速照一下钱包里面的镜子。佩妮，我到了。嗨，各位，抱歉迟到了。天哪，你穿着什么？还穿这样来派对呀？这算是另类打扮吗？我可不能拍到他。拍谁啊？但是你的造型挺糟的，太幼稚了，你得要加点东西嘛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大肚锤耶，肯定有什么修补办法的。不，这些节都不行，还是太幼稚了啦。白白逗趣耳朵发带。等等，我这边有两个夹子耶，完全可以用一下，把辫子给放下来。好了，又松又美，我们来修饰咯。准备好了吗？夹子，来吧，把头发给绑起来，像这样夹个夹子，扭转一下，再夹个夹子。好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头发给弄松一点，再用一些小夹子给固定起来，夹到正确的位置，固定好喽。接着呢，另外一边也要照做啊，完成，不用幼稚耳朵发带喽。佩妮，我回来了。天哪，我喜欢你的发型啊，超赞的，不敢相信你就轻松的换发型了。瞧瞧他，他的发型美多了。完全得照他一下才行。快帮我们拍照，我们超美的。钱给我。不好，看看这女的。眼睛有沙，好痛啊。那包包是我的啦。
胜了！哈，好多了。最好是，没错，继续分析。倒手，拜啦，小姐。你想得美，先生。哎呦，要跌倒了！哇，怪我没想清楚。抱歉，这混蛋弄坏我的名牌包。别叫警察！这家伙超夸张耶！啊，我现在要怎么办？所有东西都弄脏了，真是倒霉透顶。我的围巾，看来完好无缺。我想我可以拿它做个什么？这边绑一个结，每个边角都绑一个。好了，变成一个小包包，然后把这两头绑起来，最好打两个结。有提把了，简直跟新的包包一样，可以拿来装我的东西了，而且很可爱耶，不觉得吗？不会让小偷毁了我的一天的。哦，快好了吗？哎呦，痛痛痛！你没事吧？有够弱的。快好了，好了，画好了，弄好了。好，太赞了！我超像摇滚明星呢，等不及给大家看呢。哦，这毛衣会遮住啊，那么痛，然后没人看得到。毛衣啊，新手错误，绑个结可以吗？啊，蠢衣服，讨厌死了。除非我有办法了，可以用袖子把下面多余的部分卷起来，然后再把手穿过去。看到没？整个腹部都露出来了，我的酷炫指数又升级了。你满意就好，妹妹。谢谢你了，自信大师。我的意思是，不错，很酷。哟，还不太开心呢。那声音听起来不太妙。我们看够了，你好凶啊！再会，来看一下啊 ，Emma。啊，希望我不会紧张到吐。来了，竞争有够激烈哈！我得想办法让他弃权。就没事喝着咖啡。哦，好糟糕，是我笨手笨脚。嘿，你疯了吗？啊，我真的真的抱歉，我这样怎么进去啊？不可能穿这件了。现在整个装扮都不对了，除非我做个小调整。想一下哦，可以利用肩带重新打造衣服。整个大变身呢，只要发挥一点创意。哇哦，他从哪里搞来那上衣啊？他的打扮赢过我耶。哦不，我这辈子都不做模特了。深呼吸，祝你好运哦。随便。嘿，里面怎么啦？我得靠近点听。他们要聘请他？啊！试镜正式结束了。你要什么？我是你的话，会叫计程车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
就是弹不好这些小调和弦。好，又有主题派对，可信吗？我刚弹到哪？好啊 ，Aloha Betty， 准备好跳草裙舞了吗？嗯，好啊，一起去吧。门在那边，你不能穿这样去啦。现在是去派对，不是丧礼。所以嘞，你会把所有客人吓跑啦。加些花可能有帮助。Aloha， 跟我来啦。我们的选择只有这些啊。有意思。夏威夷超冷的，对吧？不好笑。看来我们只能留在家了。讨厌的花。我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哦，贝拉 ，Hello， 干嘛？好啦，算你赢。原谅我吗？你知道我生气不超过三分钟。粉红上衣，还一直都在我们旁边呢。给这个，好吧，可能根本穿不下。看，还有个大洞哎。那不是问题。你也有衣服破洞吗？没洞了。剪掉那部分之后，可以来改造一下。看这些很可爱吧？用刚才多余的布做一些流苏，像这样绑一个结，搞定。哇哦，这其实很可爱耶，做得好哦。我们还真有天赋，对吧？走吧。你确定我的动作对吗？表达自己有很多方式，灵感的出现也往往出其不意，看来很糟，对吧？如果你发挥一点创意，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变成一座艺术作品。继续观赏更多衣服小秘诀。这些小鬼不知道自己就要完蛋了，这些游戏到底好玩在哪里？根本应该自己打扫。哎呀，我很专心了吗？好了，算了。这里还真多灰尘呢。哦，索菲亚，这袜子多旧啊！哦，他是住在谷仓吗？你的袜子，这个简直是野人哎！要补这样的洞，只要用这个星星补洞法，从洞的四周不停来回缝，一直缝，直到洞合起来为止，在袜子里面收针。哈，我的袜子哎，真不赖呢，谢了吗？没有别的洞了吧？哼，很好。索菲亚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哦。天哪，这冷气也太冷了吧！忘了带外套，只好用这个毯子了。啊，脚趾们，进来吧。这毯子有点小。啊，快点暖起来吧，小朋友们。啊，算了，还是去拿双袜子吧。在这，等等，不是只鹅吗？嗨，你好，你在啃我的克什米尔毛衣吗？你完蛋了，给我出去，死飞蛾！没人可以吃我的衣服，说拜拜吧。要对付这种洞，从这个折位把袖子剪下来，剩下的毛衣就不要了。用这截袖子铺在拖鞋里面，用袖口把鞋头包起来，然后另外一头也照做。现在就有保暖拖鞋了，这样脚趾就不怕冷了。有了这个，谁还要袜子啊？现在温暖舒服多了，还有热茶。
什么？那东西还活着？人类，你赢了战役，却输了战争啊！啊，算了吧，飞蛾。啊，又到了星期一看书时间。嘿，这男孩新来的吗？他还骑摩托车哎、欸！他近看更帅耶！让我出马。你好，我是索菲亚，你是新来的对吧？我明白了。今天真是最糟糕的一天，我根本就是透明人。男生问题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他，交给我吧。魔法在这百宝箱里，但首先要先丢掉这个和这个。现在看着我，啊哈，我有办法的。先来点口红，现在比较像样了。我的工作完成了，让我瞧瞧，感觉很棒哎。加上这个会更棒。渔网袜，剪剪剪，小心剪几刀，你就有新的手袖套了。这也太完美了吧！嘿，谢了，拜了。哈，看他这次还会不会视而不见？哇哦，谁来着？哦，袖子很酷嘛。要搭便车吗？哈哈，好啊，大成功哦，安全第一，走吧。然后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冰淇淋加好听的音乐，这星期六太完美了。哦，差一点完美，别让他坏了好心情。哦，太好吃了。啊？Hello， 大惊喜，我在门口。哦，太好了。哦，天哪，不会吧？我得赶快换个衣服。衣服嘞？哦，对哈，拿去洗了。现在要怎么办？啊，我的旧东西。啊，里面有没有能用的？啊，是一块圣布。有够久，希望他没事。不会被绑架了吧？还是洗澡跌倒了？还是有新男友 ？Betty， 我来了。我有办法，可以绑在腰上，绑个可爱的结。还没完呢、哦，旁边的也有用。现在绑另外一个结，传过去。然后整件转过来，有袖子了，刚好遮住污渍，很漂亮吧？耶！有没有带电话啊？Betty， 你还活着啊？只是想为你打扮一下。啊，我们走吧。不好意思。这些花是给我的吗？对不起，让你等那么久。为了你，什么都可以。嘿，那场比赛太精彩了，我们超强的。练习真的值得的。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？哇哦，看来我有约会。哇哦，很 feel 吗？你们两个真的热恋哦，是可以这么说啦。我的意思是，啊，索菲亚，怎么了？天哪，那球也太狠了吧！这样怎么约会了？也不是没希望啦，我有完美的解决方法哦。这人，两双裤袜。一起吗？有意思，先穿和肤色接近的那双，穿好以后把黑色的套在上面，继续站起来，怎么样？
看得到淤青吗？哼，这边没有黑青色哦，好像换了双腿一样。谢了 Betty， 没问题啦。拜。哇哦，这些照片好漂亮哦，我应该也可以来几张，自拍能有多难呢？对吧？完全就是角度的问题。耶、oh yeah, ，美美的，来看看吧。认真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好吧，原来完美的自拍没那么简单。要是我有新的造型就好了。等等，我有个办法了，可以用我的手环啊。先把手环放在上衣底下，然后抓住它，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。要多绑几个，这件上衣就一整个大不同了。它不再是一件平凡的上衣，而是变成一件好看的短版上衣。哇哦，我超爱的。不过还得弄一弄我的头发，怎么弄呢？嗯，我想我知道了，那些花真漂亮，用来装饰头发一定会很美。来拍张照吧，感觉美呆了，大自然之母一定感到非常骄傲。还有我美丽的妆，哇哦，自拍时间到了，这还差不多，效果一定超棒的。哇哦，真的超惊艳的，简直美到可以去走秀了。可以来换运动衣咯，真期待今天的健身哎。来换衣服吧，穿这样是不能运动的。真喜欢这双运动鞋，一整个色彩缤纷的。当然还有我的运动裤，这裤子超舒服的，就算上健身房也一定要美美的嘛。好啊，我的上衣呢？啊，在这。等等，有点不对劲，不是明明洗过了吗？上面怎么还有汗渍呢？哎呀，超恶的，不能穿这个啦。呀，也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件。嘿，那边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等等啊，我有个主意了。没错，一定可以的。好极了，希望他们不会介意，我的情况紧急嘛。把内裤放在桌面上，然后我需要一把剪刀，用剪刀在内裤的中间剪一刀，看起来没错哦，赶快来试试看吧，变成一件美丽的运动背心了。哈，帮帮忙 ，Ashley 这边啦 ，Ashley， 哈，怎么啦？还真有点不好意思，我的内裤不见了，你有看到我的内裤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嗯，你的上衣好眼熟啊，就非常非常的眼熟。那不会是，不会啦，太荒谬了。祝你快点找到了，谢谢。不过别往这个方向看哦。谢谢你的建议。啊，拉拉筋真舒服，能出来聊聊天真好。还有蛋糕吃呢。哇哦，你看看它，它好时尚哦。我超爱那个包包的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哇哦。真的耶，要是我也有那样的包包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刚刚在跟 Kevin 聊天，他超会调情的。Ashley， 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 Ashley， 快醒醒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那个包包是心形的，我超想要的。哦，好啊，心想事必成，朋友就是干这么用的。我马上回来哦，自然一点就好。那我就直接问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点一杯水和一个玛格丽特披萨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服务生呢。我不是。嘿，那边那个是什么？哈，我什么也看不到啊。再见了，真是完美犯罪。不好了，给我站住！看来你得乖乖去蹲大牢了。天哪，我可不能让事情变成那样。不过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得想清楚才行。而且得快一点，真是漂亮的包包哎，它简直快疯了。嗯，等一下。哇！嗯，这咖啡真好喝，我需要咖啡因来帮忙，还需要你毛衣上的毛线，太完美了。这边是变冷了吗？等等，我不是穿着毛衣吗？我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，让我看看哦。哦。这个可以哦，我拿。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把这个塑胶网放在桌面上，然后拿一把剪刀过来，在塑胶网上剪一刀，先从旁边剪下一小段，像这样，然后再把两个边角剪掉，要斜斜的剪，这就是我要的形状了。接着我需要一个扣环，
这个蝴蝶扣环就很不错，放在塑胶网上，这个位置不错，记得要扭紧扭好。好了，到下一个部分喽，拿一根长长的塑胶针出来，用毛线代替线，我们要把毛线从塑胶网上的洞洞穿过去，这蛮简单的，中间记得要隔几格哦，一整排都要弄，记得不要留下任何空隙，好放松哦，要全部盖满才行。接着要在塑胶网上绑一条链子，然后把毛线穿过链子的环环，穿到底之后要拉一拉毛线，还有两块小的塑胶网要放在主架构的两边，用毛线把它们缝起来，把架构往后拉，直到它变成一个带状，接着就可以装上链子了，看起来真棒，记得把盖子盖上，把锁转下，希望 Ashley 会喜欢，好软哦。 Hey Ashley， 哇哦，给我给我，我超爱的，我就是想要这个，哼，还挺像我的包包嘛，还以为只有我有呢，嘿嘿，我好像谈恋爱了。还好这堂课已经结束了，这边好热哦，穿连帽衫真是个糟糕的选择，我得脱掉才行，好多了，立马感觉凉多了，来放进包包里吧，装不下哎，太多书了，好吧，那我拿着好了，哦，拜托一下，这是在开玩笑吗，真令人心烦气躁哎，没事的，深呼吸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绑在我的腰上好了，看，没有很难啊，而且又好看。好了，拿着包包走吧，我可不想上课迟到。哦哦，哇！啊哦，真的好痛哦！嘿，你是天使吗？我有过更糟的身份，你在地上干嘛啊？我来帮你站起来吧，谢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都是这件蠢连帽衫啦，我把它绑在腰上，结果却被绊倒了。是啊，我也常常这样呢。不过我有个小技巧，让我示范给你看。要斜着绑在身上，然后把袖子这样折，拉紧以后把袖子这样包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松开了，而且超美的。哇哦，好厉害哦，看起来真棒。我知道。而且真的不会掉下来吗？等等，我得测试一下才行。嘿，很厉害嘛！哇哦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，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呢。我们赶快去上课吧。哦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毛线针，不过能和孙女在一起还是不错的。哦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完工，太好了！亲爱的，哦，亲爱的，看看我织了什么给你。啊？哦，你帮我织了毛衣吗？谢谢。给你吧。哇哦，好重呢。那么你喜欢吗？谢谢，太好了。要是我在学校穿这个，肯定会变成大家的笑柄，没人会认同我的。看他包的跟粽子一样，超蠢的。不行，我才不要变成那样。嘿，奶奶。哦，她睡着了。糟糕，这件毛衣该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有个好办法了，该来个服装大改造了。我有办法让这毛衣变得更时尚。要把它从高领变成一件裙子，很好，看起来不错呢。不过现在多了两只袖子要处理。嘿，可以绑在腰上变成腰带，变成一个小方结，多的袖子塞进旁边。完成了，从超大毛衣变成毛线裙。哦，奶奶睡相好可爱哦，千万别把她吵醒，她需要小睡一下。她对我真好。现在看看谁敢取笑我。哇哦，这裙子太赞了。谢谢，我奶奶织的。哇，派对时间到了。嘿，我带了生日礼物来。哦天哪，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吃点东西好了。
我最喜欢生日礼物了，真是开心。不知道是什么，哦，好兴奋哦。哦，哇哦，这是啥？它的品味有点问题。嘿，你喜欢吗？是条裙子对吧？它还有一点长。其实是裤子啊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哎。哦天哪，超级无敌丑的。等等，别担心，我们可以补救的。啊，好吧，来试试看。好啊，来扭转生日礼物大灾难吧。这是那条超大又松垮垮的裤子，现在我们需要剪刀来完成下一个步骤。把这只裤管剪掉。很好，然后把它脱下来。现在它不再是裤子了，从头上套下去，这一只裤管变成袖子。好了，恐怖裤子变成上衣了。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哇，太神奇了，我都不知道裤子可以变上衣耶。男生不会懂的。这趟旅行一定很棒，等不及要去晒太阳了。我还花钱买了头等舱呢，回头见咯。先得把行李打包好才行，全部都带好了。哦，别忘了这顶草帽。嗯，这对鞋子不行，完全不行。我需要的是一双海滩拖鞋。嗯，明明记得有一双啊。有只老鼠，它把我的拖鞋毁了。把鞋子还给我，死老鼠。叫你还给我，出去，你快给我出去。还好它走了。嘿，等等，我有个天才主意。来把这双旧雨鞋的鞋头给割一块下来。好啊，很轻松就拿下来了。然后要在这一边切另外一刀，完成了！哇，成品很赞呢。现在我有新拖鞋了，完美！死老鼠，你走着瞧吧。现在该去阳光沙滩喽。该洗衣服了。还好今天衣服不算多。啊，我的牛仔裤，这条肯定是我的最爱。好了，今天的衣服就有这么多喽。开始吧，应该很快就洗好了。让我先来看看时间，不然就坐这边等好了。哇哦，这书里好多东西哦。对啊，在等我的衣服洗完。哦，洗完了，我等下再打给你了。好的。我的裙子。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那么小啊？不不不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别告诉我，我最爱的牛仔裤也一样。啊，还好，牛仔裤看起来没事，最好还是试一下。拜托，穿进去，只要把它拉上来。完全不行。这裤子肯定是缩水了，我最爱的牛仔裤全毁了，真不敢相信，一天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，他好像背叛了我一样，我一直都那么爱他。等等，或许我有办法。嘿，可以反着穿，把两只腿都往上拉，然后整条拉上去。耶，成功了！我成功欺骗了这裤子，拜拜，裙子，我不需要你了。耶，我最爱的牛仔裤重出江湖了，而且和以前一样好看。现在可以出门咯。看来是这一家没错。啊，肯定是我的包裹到了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收包裹了，这个是从澳洲寄来的呢。
只是要把盒子打开，这个胶带真是的，快打开了。哎，这样不行。哦，对哦，有剪刀就好办了。哈，来吧，快把胶带给我剪开，得全部剪开才行。终于可以打开盒子了。哦不，剪刀把大衣也给剪了。不，整个毁了，真是犯了大错。或许可以想想办法。好的，先穿上看看该怎么补救。现在又需要用剪刀，从已经裂掉的地方开始剪。好了，整圈都剪下来了，下半截可以变成裙子，扣子扣上就不会掉了。好了，现在我有一件小外套和一条裙子了。哇哦，看起来好棒哦，需要拍张照才行。这些自拍一定很多人按赞。好了，发这张肯定没错。哦，希望他会喜欢。他喜欢呢，他觉得很酷。太好了。啊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这绝对是我应得的。好啊，来换泳衣吧。哦不，我的泳衣全毁了。糟糕，是我忘记里面的巧克力。现在是怎么穿了？我该怎么办啊？等一下，我或许想到解决的办法了。好的，我需要帽子上的这块布。OK， 看起来这块布还不小。太好了，首先把它围在腰上。很好，像一条裙子一样可爱哦。不过还没完成，要从腿的中间拉出来，然后把它穿过刚刚打的结，然后把上面折一下，接着把这部分绑在背后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哒哒，我做了一件新泳衣，现在可以晒太阳了。补充水分当然是必须的。哇，那件泳衣好酷啊！别再看它了啦，走啦！这泳衣真的很赞，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哦，我好爱这个，我希望能吃巧克力过活。哦，当然还有冰淇淋。哇哦，这一人份垃圾食物也太多了。你在干嘛？这根本都糖哎！继续这样吃，你的样貌撑不了多久。我想你没说错，但真有这么糟？耶！我要的巧克力终于全入手了。耶！我不想要那样。No！ 我也得开始运动。啊！不穿休闲裤了。里面肯定有运动服，可恶，我只找到一件。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说，光看就知道不行。听着，我确定你能动手让它像我的一样。这点子很棒，把它放好放平。再来需要剪刀，把它剪短一点。小心慢慢剪，我要确定有剪直，就像这样横过两条裤管，刚刚好，我可以试穿了。哇哦，真的很合身，也很可爱。做得好，样子很赞，谢啦，来去跑步吧。啊，得把鞋带绑好。嗯，我好像该吐口香糖了，就放这儿吧。哦，有人传简讯来，我的天哪！这堂健身好难，停！哦，我叫你停住，你怎么不听啊？什么大事了？这什么啊？你是怎样了？口香糖，我做到口香糖，你怎么老是口香糖到处放？我要拿这条裤子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这就给你处理。好。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口香糖。
今天之内，拜托。哦，这太扯了，你居然这样子，肯定有办法吧？等一下，我有剪刀。不行，我不要裤子一个洞。听着，相信我就对了。我知道吓人，但真的有用，挂保证。我从剪裤子开始。好，把沾到口香糖的去掉。耶，正如我想的。你看，拿去试穿吧。好吧。我要拿这个怎么办啊？冷静，请转过身。看吧，塞进去就行。哈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我还是没裤子。拿去，我牛仔裤借你。你这样超萌的。真高兴可以这样。好，可以，请进吧。啊，看来进去要排队。希望不用等太久。耶，队伍又动了。哇哦，很不错。过去吧。不，不行，不可能。啥？随便，反正我也不想进去。大家得学，想进去要穿好一点。好像轮得到他说一样，那西装够无聊的。等等，也许我能试着打扮。我说不。肯定有什么能让我进去的。头发放下，不戴眼镜，来吧。又是你，不，不行，没门。哇，他怎么就听不懂啊？不公平，他好坏心哦。也许，假如我用剪刀，这样会有用吗？等等，可能有用哦。抱歉，袋子，我得把你剪了。好了，底剪掉了，再来一步，当背心穿。我需要点什么来凸显造型？我的耳环圈圈应该行。完美！我现在就要进去。哇哦，好，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耶，我就知道有用。得去我柜子一下。哦，它好可爱。拜拜，待会见，小可爱。天哪，他就在那儿。嗨，他根本没注意到我，真不公平。哦，他是在那边哭吗？是耶，有没有我能做的啊？我知道他超爱练 Jared 的。是说，我来跟他讲。嘿，你是因为 Jared 在哭吗？我能帮你虏获他的目光。没错，手环拿去，照我说的做。好，这个我会。哦，真希望这有用。好，我得先脱掉寇整路的上衣。然后他说我要反着穿。我做好了，再换手环上场。这也许有点复杂。在后面抓住两分，穿过去。然后拉，拉好拉满，再把它扣在前面，然后折进去，别露出来，正正好，然后脱掉眼镜，放下头发。好，应该可以展露新造型了。哇，那是哪位啊？他超正的。嘿，我买了熊给你，我知道你爱。搞什么？这些家伙到底哪来的啊？对，确实很有道理。啊，我肯定有点累。等等，这啥？不，太扯！我绝不会错过派对，但不能穿这出去。好，冷静下来，想一下。我可以两手同时化妆，这样肯定能帮我省下时间。啊，我这些耳环总是很痛。啊，
把梳子弄断了。再来是超纱红高跟鞋，对，肯定没选错。可是我衣服要怎么办啊？太贵气，太休闲。哦，我觉得这件刚好。对，就是要选这件。嘿，你准备要出？啊，糟糕，你跟我撞衫了。可恶，现在怎么办？哼，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出门。哦，别动，我有个绝妙点子。我知道怎么让洋装换样子，只要让肩带交叉，像这样。再来需要好帮手剪刀，两边各剪一刀，刚好。哇哦，几乎完全不同。你今晚确实很正。可不能让他找到我，我得伪装才行，没时间能浪费了。奥利维亚，宝贝，你在哪儿？哦，那是他吗？嘿，来交换一下如何？谢啦。哦，糖果，感谢啦，好心陌生人。这我超需要的，但可不是要吃。哦，我超爱这颜色。嗯，他会去找穿裙子的人，幸好我随时都有准备。就掰吧，反正我从来就不喜欢。我得离开主街道。嗯，这甜椒看起来真新鲜，我超爱这颜色，我的嘴巴也是。现在得融入环境，藏好了。Hello， 宝贝，我还在想你跑哪去了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哦，我讨厌蔬菜。我指的不是这个。喏。哇哦，谢啦奶奶，可别跟别人说啊。不行，叉子不是放那里。我醒了。已经早上了，睡得有够棒的。早安，小姐。啊，我可以在床上躺整天。您的衣服在架子上了。啊，你选的真好。这往左移动了一毫米，这可不行。啊，我就穿这件吗？美的呢。就是这件了。非常好，小姐。他终于走了，机会来了，我得快点。瞧这双鞋子，真棒啊！加油，女孩。我是说管家了，没多难嘛，我真是浑然天成。我摔倒了，过去我有点太自信了。啊，这怎么跑那边去的？最好拿一下，不能让别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哦，等等，不，这可糟了，该怎么办？我会被炒掉的，我得把它修好。嗯，或许能用这亮粉，超美的。啊，是可以试试，该来开工了，该给这双鞋来一个大改造了。但首先需要胶带，把它粘在鞋子上，从鞋底开始，然后把它分成区，接着在鞋子上涂胶水。我得快点，可不能让胶水干掉。用刷子沾点亮粉，然后涂在鞋子上，这样亮粉就会粘上去了。大家都爱亮粉，每一区都得用不同的颜色。好了后把胶带撕掉。哇哦，瞧，看起来超棒的。另一脚也照做，得两脚长一样，然后把它们放回鞋柜。哇哦，真想有这样的鞋子呢，我穿起来肯定超美的。哦哦，怎么回事？你买了新鞋子给我？是啊是啊。哇，你最棒了。它完全没起疑呢，等不及想试穿了。刚刚好呢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好？希望这边够。哇哦，谢啦小姐，这可够我买一堆鞋子了。哈，没事，我得去解听了。好好玩啊。好啊，该走了，该来让别人嫉妒嫉妒了。哇哦，瞧那鞋子，就像是穿着彩虹呢。站住，真是前所未见啊。女孩，你看起来超正的。我干嘛呢？我请进吧。
成果肯定会很棒。谢谢你啊，我希望这约会能很完美。好了，希望你喜欢。我看看啊，哇哦，我超爱的。真的吗？我真松了口气，我应该好了。等等，我的裙子，我可不能这样出门，整个是大灾难哎！我看起来就像街友，这造型可不行，该怎么办啊？黑子儿，帮帮我！我们还有时间换个衣服啦。或许没时间了，紧张死了啦！希望奥利维亚会喜欢这些花。Hello， 糟糕，拜托帮我。就假装我们不在家吧。好，我尽量。快点，压力大我会做不好的。这真是大灾难！快想想该怎么办，肯定有啥能用。等等，那边怎么会这么衰啊？啊哈，剪刀，这应该行。来吧。放下剪刀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你确定？没时间能浪费了。在裙子底部剪开，沿着裙摆剪，一路剪到破洞。这样不是更糟了吗？嘘，我得专心。来剪大一点的，我挺满意的。接着需要别针，从裙子底部开始，把别针穿过切线的一边，然后穿过另一边，接着在另一边固定好。但还没完呢，一路照样做上去。我做完了，我挺满意的呢，简直把该丢掉的破洞裙子变成时尚单品了。哇哦，真不敢相信，你真是时尚大师，我觉得自己超美的。怎么那么久啊？快点好，我们可是有晚餐预约的呢。奥利维亚，你在里面吗？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哇哦，你看起来真棒。真的吗？当然啊，你瞧瞧你。啊，就是啊。你们俩好好玩啊，晚点见咯。但他得九点回家哦。那是卫生纸吗？我们怎么没发现啊？奥利维亚，算了，这不重要了。新的一天，新的一天，该来开店了。现在就等客人上门吧。哦，得看起来很专业才行。哇哦，瞧这衣服，嗨，哦，这真美，我也喜欢这件，他们都好棒哦。讨厌，又是个只看不买的人。这我穿肯定好看，我超爱这颜色的。哇哦，瞧这件牛仔裤，超特别的，好的那种特别，真得把它收进我的衣柜。当然了，这件牛仔裤麻烦。终于啊，我还以为你只是在浪费我时间呢，或许我看走眼了。$50，有问题吗？我就知道没这意义。你有看到标签吗？你可需要不止$50哦，$200。这牛仔裤，或许我又比较适合你预算的单品。我看看啊，这啥？这你应该会喜欢。哦，那什么？贪婪，这么点料也太贵了吧？但我买了。咦，真疑惑。我有个好点子了，我需要这些笔，首先得穿上它，把它套在我的牛仔裤上。它在干嘛？别理我。这画面会害我做噩梦的，挺紧的。好，接着下一部分，拿支笔。我喜欢这颜色，看我把这旧牛仔裤变成设计师款式，只需要在内裤上用笔画一画，它可以当模板，把空隙涂满。做一边就好，就像模特儿身上那件一样。哇哦，我看了什么啊？后面口袋也是，这真好玩。其他的牛仔裤真得回家照做，这样应该行。好了，现在把这脱掉，这我不需要了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，廉价版设计师牛仔裤，你觉得呢？哇哦，你真天才。是啊，我知道，先走了。哎呦，你还好吗？拜托假装你没看到。是什么？哦，对哈，这还真尴尬。哎，我认真的。啊哈，好啊，
和人打交道最讨厌了，但那还真是个好主意呢。继续，别停。耶！好啊，你做得很好。谢啦，我做得很棒吧？哇哦，这是健身房哎！哦嘿，嗨，奥利维亚。哼，那谁啊？他身材真好，真健康哎。这我也行，但我会让他更有趣。看我用个哑铃，你哥是在看我吗？继续用力，黑泽尔。不，这无法。或许来跳个绳呢？这比我想的还要难哎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哦，我起不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来做个弓箭步吧。啊，你冲得赛？他自以为很特别嘞。我穿的是蓬松运动服，但他看起来超亮眼的。瞧瞧他。或许我需要些新衣服。这肯定能引起尼克的注意啊，肯定能用。把裤子平放在桌上，得来个稍微修改一下，在边边剪一刀，沿着大腿部分剪，从外向内对角线剪开，另一边也照做，像这样。好，接着翻过来，把它放在裤腿上，然后把布料捏起来，轻轻地把它折过去，接着把它们缝起来，沿着腰部缝，把它缝到裤腿上。得确保有缝好缝紧哦。好啊，这应该行。结束后想一起喝杯咖啡吗？奥利维亚。哦嘿，尼克，喜欢我的新衣服吗？我真不会撩人哎。哇哦，你看起来真辣。嘿嘿，你去哪儿啊？天哪，他过来了。那你想锻炼吗？等等，等我一下，我得让自己更舒适一点。哇，冷静点啊，心脏！喜欢这画面吗？你穿着什么啊？我可是有在练二头肌呢。看得出来，这大概不是好主意。我要回家了。哦，回来啊！等等，刚刚我们说到哪儿呢？啥鬼啊！我要走了。这个贴这边会很棒，大家都喜欢西瓜，而且可以让派对添加一点热带风。把窗帘解开，应该差不多了，看起来很棒哦。对哦，差一点忘了，我的西瓜很漂亮吗？来把它移到客厅去吧。哇哦，啵啵啵啵，为什么这世界那么残酷？现在我该怎么办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商店打烊了。可是我需要西瓜。啊，会有办法的。哼，这看起来不妙。或许这边会幸运一点。这可能不是好主意。终于，美味的西瓜。看看我的 T 恤，不过现在这个不重要了。哦，等等，我没有袋子可以装呢。或许不用袋子也行哦。如果我在衣服上多弄几个洞，就可以用它来装了。反正本来就弄烂了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现在要脱下来，然后把它倒过来，接着要绑一个结，这样就很完美了。西瓜放在里面刚刚好，这样我就可以拿回家了。这就是我要的，走吧。我们终于安全到家了，来把西瓜放在这边。原来这衣服那么有用呢。嘿，是西瓜吗？哦，我要来一片，超多汁的。我超爱的。该倒垃圾了。啊，我好累哦，需要休息一下。臭死了！哦不，是 Chris， 可不能让他看到我这样，我看起来像垃圾一样，得赶快想想办法才行。他为什么坐在那边呢？我先躲起来，等他走了再出来好了。Chris， 拜托你赶快走吧。哦不，他从这边走过来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啦！我马上过来。哎呦，现在真的变成垃圾一样了，至少没丢人现眼。不行啦，这个主意超烂的。快点想啊，一定有其他办法的。这些垃圾也许可以用。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不是最糟的。什么？不可能啦！啊，天哪，你没事吧，老兄？没事，走开啦。等等，我认识你吗？是 Luna 吗？嗨 ，Chris， 你在干嘛？看起来像流浪汉一样。你嘴巴也不用那么坏吧？你真是个卤蛇。他好怪哦。不行，怎么会那么难解决啊？实在很烦耶。哦、，Hello， 怎么搞的？我需要这条裙子，我和你交换。你疯了吗？我觉得那交易很不错啊。等等，我好像有办法了，要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，然后穿过衣服的领口，接着把袖子在前面绑个结，然后拉到脖子后面绑起来，真可爱。哦，我的头发，这样好多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啦，我马上来。Chris， 嘿，给我回来啦！啊，嗨，你还好吗？嘿 ，Luna， 你看起来真棒哎，真高兴你有注意到。我的天哪，好好笑哦！哦，我收到一个超甜蜜的讯息，不会吧？你看 ，Chris 约我去约会呢。什么？嫉妒吗？等等，你看这个 ，Chris 也约我去约会。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啊？男人，哼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对啊，他怎么可能约你嘛？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和 Chris 约会，好吗？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哼，才怪，我们走着瞧吧。我会让 Chris 惊艳的。嗯，你那一套我也会啊。那口红本来是我要涂的。哦，那真可惜。没关系，我超爱这耳环的，反正我也不喜欢，这对优雅多了。你继续骗自己吧。我要拿包包了。我也是。这个你开我玩笑吧，反正那个看起来很俗气。牛仔裤穿起来肯定不错。那是我的。才不是呢，你放手，是我先拿的啦。住手啦，你试试看啊。你看你做的好事。给你吧，祝你好运啊。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就不能穿，除非要把裂缝拉大一点，然后把手穿过裤管，把头穿过裂缝，像这样，然后把它拉直。哇哦，超赞的，可以走了。没那么快吧？很好看吧？我承认我很惊艳。再见了，让开啦 ，Chris。他旁边的是谁啊？哇哦，嘿，女孩们。哦、oh, ，他们是双胞胎啦。刚才真是白忙一场了。你先吗？我在等 Mindy 啦。哦，他来了，我先挂喽。嘿，你好吗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啊，怎么站不起来啊？真是奇怪。天哪，糟糕，是湿的油漆。不，我没看到标志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啊？起不来了，我被粘在椅子上了。这其实常常发生啊。我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我刚刚用的油漆还是胶水啊？糟糕，就假装自然一点。没用啦，我别想走了。等等，或许我有办法。还以为可以。
拉，用力！可恶，离开这张椅子！哎，哦，辛苦死我了，累坏宝宝了。但还用说吗？看起来很糟吗？跟我说实话，很糟糕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等等，我想到解决办法了。首先要拿几样东西，那个给我，我超爱这牛仔裤的。好啊，上工了，相信我啦。嗯哼，我们要喷油漆在你的牛仔裤上，再用几个模板，看起来会很棒的哦。下边也要来几条，这个图案放这边刚刚好。我真该成为设计师的。后面完工了，现在换前面。这张厚纸板可以挡住油漆，不会喷到皮肤上。你真该付我钱呢。好了，再加几个细节。好的，完成了，你觉得如何？哇哦，超赞的啦，完全克制的牛仔裤呢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朋友就是该这样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的油漆呢？肯定在这附近啊。哦，可不能弄丢啊。我犯下超级大错误了。来吧，来就来，得来了结他了。他们是我的。看你做了什么啊？有个解决办法哦。哦，好主意。哇哦，这看起来超赞。喏，真可爱。哇哦，丹宁裙子，好哎，换你，米娅，真赞。来吧，快点，我在努力了。怎么紧身牛仔裤这么难穿？别动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我行的，我无法，换个角度试试。你在干嘛？很快就好。脚趾穿过了。真难呢。好哦，另一条腿。这听起来真不妙。糟糕，没事的，我能处理，用剪刀就行了。得找到另一条腿正确的点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现在剪过丹宁，好了，剪掉了。这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最好来平衡一下。好像越来越短了。好啊，住手！给我。好啊，我明明就做得不错啊。最好把剩的牛仔裤平放在桌上，拿一把剪刀，在一条腿上剪个对角线，变短裤喽。拿出水钻，剪成条状。接着是好玩的，让短裤更有趣一点。下一步需要胶枪，在边缘滴一小滴热熔胶，把水钻粘上去，沿着短裤一路粘，然后用不同的长度。那完成，看起来超棒，希望米娅喜欢。好啊，试试吧。哇哦，超赞的，谢了贝蒂，小事一桩，你最棒了，不错哦，最后一步我就好了。贝蒂，哦，瞧这房间，超乱的，太脏了，到处都是化妆品和衣服，你得整理好，小姑娘。没那么糟吧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甚至不能。算了，我做就是。哦，这里有个东西。这给了我个点子，就能让一切更干净。我可以用这旧牛仔裤。值得试试。
新的空间出来。来看看盒子里有啥，超多牛仔裤的，至少他们会有用。来开工吧，我的小帮手剪刀。从这些牛仔裤开始，剪掉后面的口袋，想保持口袋完整。需要再几个口袋，拿一块丹尼，在下面涂个胶水，然后把鞋带粘上去，另一边也一样，把多的鞋带打成结，接着在口袋后涂胶水，不需要太多胶水，把它翻过来粘上丹尼，压一压，确保有粘好，粘上剩的口袋。最后一个喽，完成。接着找地方挂起来，真完美，超适合收纳。你有听到我吗？把你的化妆品放这，这能有多难呢？哇，卸了吗？干干净净了。妈，我这妆死了。哇，这图真不错哎。哦，来捉弄米娅吧，安静点啊，他完全没发现呢。嘘 ，no， 傻鬼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哇哦，让我看看，啊，米娅，人家的裤子哎，我有了，来加点设计到牛仔裤上吧。先用普通的笔打个草稿，挺不错的呢。然后用马克笔描一描，然后加点颜色，保持在线里面。肯定会很棒，这是发挥创意好方法。接着能在裤底加点东西，来画个可爱小狗吧。先画个草稿，然后涂满颜色，这牛仔裤肯定独特。哇哦，来处理后面的口袋吧，我真该靠这个吃饭的。应该够了。天哪，你觉得呢？哇哦，真是厉害的不要不要的，你真天才。看来我有最爱的牛仔裤咯，超酷的。谢喽米娅。啊，等等，那认真吗？好吧，你欠我的，我当然会去派对啦。嘿，泰迪熊，希望那里有帅哥。贝蒂，来玩吗？走开，我在讲电话。天哪，他会去。哦，我还是爱你，泰迪熊。真好奇贝蒂在说啥，得来偷听一下。哦，真有趣。滚开。哦，真无聊，肯定有啥我能做的。我可以假装是时尚设计师。贝蒂的衣服超无聊的，我可以让他们更有型。这里剪一下。好哎，好多了。他真……等等，那是我的。是啥？住手！啊！你真混蛋，给我！哦，都鬼了啦！嘿嘿，但很好玩嘛。等等，或许我不用把它丢掉，我还是能穿。首先把它对折，然后在中间剪开，保持笔直，剪掉袖子和边边，然后多剪几刀。暂停在脖子线下，打开后就变流苏喽。好啊，把它展开，拿这两条绑在一起，剩的也绑起来，就像在编发，沿着流苏加点结，让它看起来像网那样。哇哦，正是我要的，但我可不能这样穿它，这才像话。哇哦，超可爱的！
好配对喽。嗯，或许我可以改善他的包。嘿嘿，米尔不，我超期待这次约会的，希望他能快点。他是放我鸽子吗？你在哪？怎么我总这么衰啊？美味奶昔啊，那是米娅吗？米娅，嘿，你好吗？真高兴见到你，超久不见的。啊，哎呀，我的裙子毁了，我在约会耶。啊，是吗？我来处理，你放松，我总是有备用的，这太常发生了。我的上衣没事，是我的裙子有事，你试试啊。好哦，继续，我干嘛自找麻烦啊？这看起来不太对。我来帮忙，得处理一下袋子。这有啥意义啊？现在把它滑下来，让它变成裙子，脱掉脏的，变全新造型了。Oops！ 天哪，你最棒了！哦，他马上就要到了。啊，祝你好运哦！但愿……哦，我的饮料，西龙，让我来吧。哦，有人找我。等等啊！不，别又来了。哦，真抱歉，我笨手笨脚的。等等，我有了，或许能用这丝巾，值得试试。用丝巾包住自己，拿着尾端，然后拿出戒指，把它穿过尾端，把戒指穿过整条围巾，整个变紧了。把尾端绕过脖子，打结。想这样，你看起来真棒，超适合你的。松了口气，请坐吧。再来试一次。抱歉，我只是有点紧张。你成功了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这给你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哦不，别啊！大概没后续了。Betty， 我备用上衣用完了。哭哭，我要一辈子单身了。再见，室内鞋。你好，户外鞋。来看看哦，这双啊，这完全过季了。这双怎么样？啊，绝对不行，不好。这是什么？2019年款。啊，我的热熔枪。这还像样点？但首先我需要模具。哦，我的脚趾是不是很可爱啊？你看看哦，乐趣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先把粘胶倒在脚趾上，我选了金色亮粉，显然是我最爱的颜色。干燥后把它抽出来。黄金脚趾，有人要吗？而且这是独一无二的，就跟我一样。哼，啊，滚出去！啊，哇哦，新鞋，好哦，我喜欢美美混搭，而且还是我的尺寸，但我还能让它更上层楼。你还是看得到鞋跟，真可爱，而且不花一毛钱。耶！你就爱我的新戒指吧，我喜欢善待自己。哇哦，金的我永远不嫌多。哇哦，我喜欢收集旧产品。那只手表，这是这里最贵的东西。什么？他想表达什么吗？我听不懂。啊？这是一封信，我想知道上面说什么。要找出答案只有一招。我觉得这是时装秀的。你说的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得治啊！好啊，但首先要配件，
没有这样的东西，都是设计师潮牌吗？我连钱包都没有，哎，不好。这里有什么？哎，不好。那这里呢？哇，艾莉穿阿妈超级内裤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嘿，嗷，到手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？是的，现在是设计时间，但首先把中间区域剪掉，这样比较卫生。很完美，就这样变成上衣了。撒你，那是搞什么？这是我的新短上衣了。其实真的好可爱啊，我受到启发了，我也来改一改。耶！你看这条腰带能做什么？我打算这样穿，这得小心扭转打结，然后穿过这一边和那边，之后再打一个结，就这样。我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，太神奇了，超适合你的。我知道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天哪，微笑，我可以习惯这个。啾咪，然后把二进到这里 ，X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。嗯，嘿，摇滚音乐会。今天晚上，你看，我们得走了。哇哦，我们快去准备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得戴大耳环，还有我的头饰，因为我是公主，超猛的公主，超赞的。等等，油光得要去除。啊！啊！啊！不好了，离得太猛。对，哎呀，哦，糟了，这可不妙。对，蛮恶的。嗯，等等，你看，穿上去吧。好吧。哦。应该行不通吧？nah。翻过去。哦，好啊。对，就这样。真的吗？然后拉过去。哦，好。像这样。哇，看起来超别致的。你喜欢吗？继续摇滚。好吧，我猜我就穿这样。真讨厌。我永远都不够酷。但也不是全没希望。需要把普通衬衫变酷吗？只要把酷炫图形套上去就好，辣子效果很好。只要撕下来就超炫的了，很酷吧？哇哦！我想要也是。对，想戴我的项链吗？我吗？当然，这个配你会很酷。这样太棒了，我们一起摇滚吧。嗯，这看起来蛮酷的。那这场特价会呢？是谁啊？不会吧，我今晚有约会，我得做好准备。首先衣服，哎，不好，我穿这件。哦不，别是污渍啊，但这件是我最好的了。我该穿什么好？只有我觉得它看起来像蝴蝶吗？也许我能让它更上一层楼。蝴蝶时间，真可爱，把它粘到这个木块上。快点，趁它还没有干。现在帮蝴蝶上色，我选了深黑色，在它干燥之前把它印在布料上。你喜欢几只都行，我喜欢很多只。用蜡纸覆盖印记，
斗烫过去。烫一会儿之后，这就完成了。这些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而且其他人都不会有，独一无二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2400、2500。啊，艾莉小姐，你有讯息，你可以过来。谢谢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约会，这是紧急状况，我的华丽香水得出场了。哦，我的包包。哦，我做了什么好事？哦，天哪，哦，我该取消吗？嘿，我去不了。其实呢，没事了，这太完美了。首先，我们沿这条接缝剪开，然后把织物胶水涂在这里，折过去再夹紧，干燥后打两个洞，然后安装金属件，要确保它紧紧固定好，然后是金链子，把它整个穿过去，然后扣紧。多可爱啊！全部完成了。我说开心的意外就是这样，好多了。约会正式回归灯板。哦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哎，真的好好睡啊！梦里的我还更有钱，实在有够赞的。等等，这不对吧？我的裤子呢？这样不好看。我怎么办？有了，我来线上购物。嗯，选择好多，这些不错看。哇哦，有够快的！我还要，花钱真好玩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样够了吗？哇哦，你看这些衣服，我的银行里砖肯定超火大的，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等等，裤子啊，在这里。来试穿看看。哦哦，我可能犯下错误了。人生有如跑马灯闪过眼帘，裤子现在哪去了？希望这值得这些麻烦。好哎，这我穿一定很好看。嗯，我爱玉米片，开启一天最棒的选择，我一口也吃不下了。嗯，还是来看报吧，瞧瞧有什么新八卦。我没别的事要做，有什么花边新闻呢？嗯，有意思。哇，我从来不知道，真假，太有趣了，每天都学到新东西，真让人欲罢不能。哇，哎呦，好痛哦，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，到处都是线，这是哪来的？跟上去。哦，我好像知道终点在哪了，我最爱的牛仔裤都毁了，糟糕，我买不起新的，但也许我修得好，值得一试。拿出我的缝纫工具，一定有什么我能用的，来看看哦。哦，这里有线，不过没多少，这样不行。还有什么呢？嗯，安全别针可能有用哦。要知道只有一招咯。好大一个洞哦，我要让洞变得更大，沿着缝线裁切，沿着裤管剪下去，就像这样。然后要用安全别针，用它圈住裤管口，再把它固定好。我要沿着缝线做下去，别针间隙要平均，这样应该行了。哇哦，真好看！这样感觉好潮哦。我该走伸展台的，大家会花很多钱买的哦。我看到哪了？我就爱冰淇淋，实在是，特别从意大利空运来的，你看看，继续享受我的冰淇淋。不，夹克弄脏了啦，这世界真是残酷。那样就好笑了。对，你讲的没错，算你赢冰淇淋。我最好是换一件，这件不能穿了，该进垃圾桶去了。这件感觉很没 feel 哎，也得丢。这件就好看了。
你还真谦虚。等等，哦，拜托，哦，我最好换件上衣。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是巫师还是什么的吗？啊，有了，我先把上衣转过来，然后挂在单边肩膀上，把袖子放在背后，然后绑在一起，要切实绑好绑紧。再拿起下半段，我要把它缠过腰，打出一个结，就这样做出不对称的可爱上衣。我得走了，我早该想到这招的。哇，我爱你的风格，无聊透顶，我讨厌这堂课。美女们好，对，真的是我，我外在秀气，内在优质。看看我的项链，哇哦，他超帅的。我看不怎么样，你鞋子还得加加油。瞧瞧这一双，独一无二的。什么？不，不会吧？潮男应该是我才对，我名声彻底败坏了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了。耶、yeah, ，我闪耀的时刻来临了！把我的鞋子放这里，拿起口红胶，把它涂在鞋子上，可别让它干掉了。我得加快速度，在上面撒上亮粉。人人生活中都需要闪亮一下，我选银色的，不论金银我一样爱。然后要加上配件，我把珠宝盒都清空了，用这些真的有差，这样好刺激啊！哇哦，看起来超赞的吧？看看这双潮鞋，蛮酷的吧？还可以吧，我猜。嗯，哇哦，我超爱的，我也要一双。我的靴子好普通哦。嗯，我一定能做点什么吧。啊哈，我知道了，来帮我的靴子大改造。我只需要马克笔，先在靴子上画出虚线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把这些从靴子上裁下来，就剩下可爱拖鞋。可是还没完哦，还要加上小贴纸，做出可爱的图案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来去炫耀吧。嘿、hey, 你们看，我自己做的哦。啊，什么？哇哦，很赞哦 Madison。对啊，谁设计的？我肯定在巴黎看过。嗯，对，就是从那边买的。哦，记得那个穿着超丑黄毛衣的女孩吗？耶、yeah, ，真没看过更丑的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。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。学校都已经够难了，何况还要担心人们是不是喜欢你。我还是赶紧去上课吧。我可不想迟到。哇！什么？抱歉，糟糕！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什么？你看看啦，全都湿了。你把我最爱的衣服给毁了。我真的很对不起。我刚刚，我马上走开好吗？真是难以置信，他实在很讨厌，来给他一点教训吧。先把功课做完，等一下才不会忘记。他马上就会湿掉了，来，这肯定能让他受到教训的，看好戏吧，来吧。真是太棒了。哦不，我的功课被毁了啦。不受欢迎真的超无奈的。自然课，太棒了，我最爱这节课了。别慌张，只不过是个女孩。好啊，就是今天了，你可以的，勇敢一点，向我最爱的 Wendy 告白吧。深呼吸，走吧。哇，我碰到他了耶。Wendy， 不好意思啊。嗨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只是想要，我带了这些花给你。什么？真假？这些花是给我的。谢谢。
不客气，我看到花就想起了你，我记得你喜欢植物，你真是贴心，小事一桩啦。等等，书呆子们在干嘛？什么？我在这边，结果 Wendy 却收到花，这真的是我已经讲不出我真的超生气的。等等，布告栏上是什么啊？来看看送花服务，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哦。真是有趣。有人在吗？我有花要给这间教室的某一位幸运的女生。什么？哇，没错，大家总是有这样的反应。我们班上有人要收到这些美丽的玫瑰了。哇，拜托，选我。好戏来了，这些花是要给 Wendy 的。是我哎。你还真幸运。没错，这些花是送来给你的。你赶快去拿吧。好哦。拿去吧。好，谢谢。从来没有人送过花给我呢。闻起来好香哦，真的好香哦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麻烦你，小贝。等等，什么？小贝？对啊，我只是派送员啊。你看我的帽子，赶快把小贝给我吧。配送？可是我还以为这些花是你送给我的。我只是负责把花从 A 点送到 B 点而已。实在太丢脸了，为什么总是发生在我身上？那么我应该是有钱啦，让我去找找。虽然不是钱，但应该可以吧？拿去吧，先生。等等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是什么？你用扣子当小费给我？真的很对不起，我没有其他东西了。算了，好好享受你的花吧，我得找份新工作。有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啊！我甚至连这些花都不想要了。你真该看看你自己的表情啊！嘿，Mindy，你想要这些花吗？拿去吧。等等，你要把你的花给我？对啊。现在有点觉得对他开这个玩笑真的太过分了。对不起 Wendy， 没事的。有人有看到吗？这份工作还真的每天都有新东西看哎。得假装专业一点，这个派对一定超棒的。哇，你看他的衣服。Mindy， 你看起来很棒呢，你这个派对达人真是当之无愧哎，连鞋子都那么时尚啊。等等，你还不能进去哦，这个派对有身高规定，好像到游乐园那样，只不过这个游乐园不是给小孩玩的。真的假的？来吧，来看看你够不够高吧。靠着墙这样好，让我看看。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测量。是的，你绝对是够高的。进去吧，派对等着你呢。John， 等一下再聊好吗？你想要把我吓死啊？你真的可以偷偷摸摸吓死人呢。来看看你的装扮吧。这裙子够正式吗？还配上怪异袜子和球鞋。你认真觉得这样很好看吗？真的假的？John， 来看看这个女孩。我知道。好啦，你过来让我检查身高吧。好啊。你差很远呢。什么？但是派对。抱歉，我想你大概只能自己再另外去找派对来参加了。可以为我破个例吗？拜托。你说什么？
我没听清楚啊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不行，真是够了！我说你不能进来，就是不能进来！快给我走开！你非得这样说话，真的真的很恐怖！走开！有些人真的是……算了，我走就是了。这可是超不公平的！也许我从头到尾根本不想去那个派对呢。我觉得里面的人一定都很凶，跟他一样。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嘿，等等，我好像有一个办法了。没错，那一定可行的。先来把我的鞋子脱掉，把袜子往下卷，然后把它从脚上脱下来。不过要继续卷袜子，要小心，慢慢的来卷它，要卷成一个甜甜圈的样子。好了，现在的袜子的形状刚刚好了，来把它放进鞋子的脚跟部位，然后把鞋子再次穿上，搞定，来试试看吧。差很多哎，真是个好主意。鞋子里面的袜子让我瞬间长高了。我们走吧。我想进去参加派对，拜托。又是你，都叫你走开了。等等，再检查一次身高可以吗？好啊，反正身高又不可能不一样啊。但去吧。好了，你看你跟之前的身高明明就……等等，你长高了？我不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真的很奇怪哎。规则就是规则，你就进去吧。哟吼，耶！派对，我来喽！哟吼，快进去了。我真的不懂哎，它怎么会长得这么快啊？肯定是基因非常优良。再见了 ，Mindy， 拜拜。嗨 ，Mindy， 我可以坐这边吗？让开，书呆子。不，我的眼镜，没有眼镜，我啥也看不到呢。眼镜跑哪儿去了？肯定在这附近的。我听到破碎的声音，不，镜片都碎了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为什么？可怜的眼镜！我的老天爷，你到底在哭什么？你看，我的眼镜烂了。没错，看得出来，是很倒霉了。可是人有时候就真的很倒霉啊。真的，我常常觉得所有坏事都发生在我的身上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个办法哎。 Wendy，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哦。什么？怎么解决？首先我们需要一些塑胶餐具，还有要一只吹风机，开到热风，然后用吹风机像这样子吹塑胶刀子，刀子变热以后就可以弯了，你看不会断开哦。然后刀子冷却以后，它就可以成型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热熔胶枪，挤一点点胶水在刀子末端，差不多在这边应该够了，别忘了要重复两次哦。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，像这样，胶水干了以后就变成一体了。你看，我用塑胶刀帮你做了眼镜呢，拿去吧 ，Wendy。虽然它没有度数，但试试看无妨嘛。好啊，那我试试看吧。还能发生什么倒霉事呢？不知道为什么戴上去真的看得比较清楚哎，我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起来超可爱的。听着 ，Wendy。什么？
赶快站起来，让我们来帮你进行大改造吧。首先这身衣服一定得要换掉。哇哦，好多嘞。哦，粉红色超适合你的。我超爱的。哇哦 Mindy， 这真的太棒了，感觉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哎，我们来跳吧。我总是幻想自己能和人气女孩们一起跳舞。哇哦 Wendy， 你所有的动作和节拍都背下来了。我常在家里对着镜子跳啊。结束动作来喽。我们跳完了 Mindy， 我们成功了。哦，抱歉，我太高兴了。鬼胎，是我说了什么吗？算了，至少我有这副超酷的眼镜。哈，看起来真棒。哎，我超爱这颜色的，它看起来超自然的。我得要把我的妆赶快换好才行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天哪，那是 Wendy 吗？哦，她看起来简直和尸体没有两样。哎，哦，真的很恐怖。你没事吧？我该叫救护车吗？还是打给墓园？哦，说真的，我还真没有在活人的身上看过这种肤色的。哦，早安啊 Mindy， 很高兴看到你。对，拜托千万别吸我的血。我是说早安，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你开玩笑吗 Wendy？ 哦，你看看自己啦，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我先警告你，还有别把我的镜子摔坏啊。好不，我的肤色是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我看起来超惨白的，你看了，我一向那么苍白吗？我只是以前都不知道吗？yeah， 很不幸的，是真的，没办法，不是每个人的脸色都那么美丽。哦，不过你走运了。因为我可以帮你，我有办法。等着瞧吧，我会让你变得美丽动人的。先把我的工具都拿出来。嗯，应该都在这了。我需要婴儿油和这个化妆品，然后还有这只棍子。首先要用棍子把一些粉刮下来，要弄成碎碎的粉状，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该换婴儿油，魔力登场了。把婴儿油的盖子打开，现在把粉饼拿过来，用棍子摇一些粉，然后倒进婴儿油中。你看，现在可以把盖子盖回去了，盖子记得要盖紧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摇瓶子了。你看，婴儿油变颜色了，很漂亮吧？嘿 Wendy， 看看我做了什么，你很惊艳吧？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个瓶子里哦，这瓶东西可以解决你的危机，让你的脸色不会那么苍白了。好了，你确定这会有用吗？哼，相信我，涂一点在皮肤上，你看起来就会超棒的了。好吧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吧。快涂上去吧。我先涂一点点试试看好了，先倒在手上。哎呦，别倒太多。好啊，我猜下一步是我要去试它喽。好啊，来吧，不会怎么样的。涂一点在脸颊上。哇，皮肤感觉好软哦。手臂上也要来一点。等等，别忘了有两只手臂哦，差点丢脸了，记得要涂均匀哦。哇，真不敢相信，真的有用。哎，已经没那么苍白了，好像散发着青春的光芒一样。
啊，你好亮啊！我的眼睛啊，我的皮肤超亮的，我爱死了！到上课的时间了。哦哦，我的天哪！我的教室里是有阳光吗？哦，我需要我的太阳眼镜啊！